台湾女星隋棠一向形象正面，岂料竟遭邻居怒控是恶邻，更被告上法庭。住在隋棠家楼下的 A 先生申诉，隋棠夫妻的三个孩子一整天在家中奔跑、弹琴和嬉闹，所发出的声响让 A 先生一家不得安宁。 A 先生的妻子向隋棠反映，对方居然回了一句，这年龄的小孩很难约束，你们就跟着早点起床咯。 A 先生接着找上隋棠的丈夫 Tony， 对方起初态度还不错，但后来却反指 A 先生骚扰他们家，甚至回枪，别和我说话，和我的律师谈。结果 A 先生果然委任律师对隋棠夫妻提出民事诉讼，并在2022年12月安排调解。然而隋棠夫妻并未现身，而是找了友人出席，并对调解方案表示无法接受。遇到这样的邻居只能自叹倒霉。就不知平日在社交媒体给粉丝灌鸡汤的隋棠，这回该如何解释自己和家人的行为，给大众们一个交代了。